大家好，我是 Kinky， 我是 Yoga Dreams 的创办人。我们 Yoga Dreams 就在2016年的1月去成立啦。Yoga Dreams 的名字就是在于想入来的学生在心灵上面放下繁琐，有一个歇息的空间，同时在身体是可以减轻他的痛症，从而可以找回他自己健康的身体。咁咧教學理念咧就是我哋都想啦，嚟到嘅學生啦，喺心靈上面咧係可以有放鬆嘅一刻啦。咁我哋去翻即係一個舒服嘅環境、舒適嘅環境，從而咧喺一呼一吸可以察覺翻自己嘅身體。咁咧瑜伽咧係可以令到你嘅身體啦有一個治療嘅效果啦，而從而咧獲得佢嘅益處。每一個課堂裡面啦，咁可以著重翻我哋息止上面帶俾身體嘅唔同不適去舒緩啦。咁咧就唔係去追求某一個動作，去做某一個息止。喺教學上面咧，會以學生嘅身體咧為佢主要嘅關顧嘅。例如喺教堂之前咧，會去了解一下學生有冇腰酸背痛、關節痛或者舊患。喺課堂入邊咧，會針對佢哋嘅腰酸背痛啦、唔舒服咧，去調整個動作或者加以輔助。另外第二樣嘢咧，就係會關顧學生咧嘅感受嘅。譬如有時有一啲痛症啦，佢要去克服一啲難關先做到某一啲動作啦，會鼓勵佢哋啦，甚至乎咧會分享一啲痛症嘅經驗，點樣去做令到嗰個痛症可以得到舒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呢度 Yoga Dream 嘅導師Zozo。咁我主要咧喺度教 Hatha Yoga 同埋瑜伽輪嘅。咁我當初咧喺 Yoga Dream 嗰度教瑜伽之前咧，其實我都係呢度嘅學員嚟嘅。咁點解咁多間 studio 我要揀 Yoga Dream 嚟到上堂呢？因為我覺得呢度嘅導師咧係好專業同埋好細心，咁呢度嘅地方咧亦都係好整潔啦、好奇麗同埋好寧靜嘅，咁令到一個咁舒服嘅環境咧，咁我覺得個人咧都好容易放鬆心情，冇咁大嘅壓力。咁久而久之咧，我嘅腰痛嘅問題咧，我都覺得改善咗好多。最後咧，我決定考翻個瑜伽牌，翻嚟 Yoga Dream 呢度教，希望將瑜伽嘅好處可以帶俾大家。我哋 Yoga Dreams 都會有翻瑜伽嘅基本工具啦，譬如我哋會有翻石啦、瑜伽石啦、瑜伽磚啦，係啦，瑜伽用嘅帶啦，係啦，咁就還會有翻咧我哋嘅吊床啦，同埋 Yoga Wheel 嘅，仲有需要嘅時候，我哋會有老師會俾埋會有按摩球啦，係啦，等等嘅工具。咁我哋咧個課堂咧都會大部分咧都會適合翻初學者啦。咁例如我哋會有 Hatha Yoga 啦，我哋會有放鬆伸展啦，係啦，亦都會有治療瑜伽啦。咁另外咧，如果我哋工具方面咧，都會有瑜伽輪伸展啦，同埋低空瑜伽伸展嘅。咁呢一系列咧嘅課堂咧，都會係一個治療嘅效果啦。咁同埋可以令到初學者咧容易進入我哋嘅瑜伽課堂啦。咁咧，亦都有一啲咧課堂咧係中強度嘅，適合一啲挑戰性嘅學員啦。例如我哋會有修身瑜伽啦，會有流動瑜伽啦，咁會有空中瑜伽，係啦。咁呢一啲咧比較可能用嘅肌肉力量較大啦，係啦。咁我都會叫做有啲出汗毛咁樣，咁都適合翻咧中意挑戰自己嘅學員嘅。咁咧喺香港呢個石屎森林裏面啦，其實我都好不容易咧去揾到一個可以讓自己去平靜的地方啦，咁好難得呢度啦，有一個全海景啦，亦都係一個落地嘅玻璃啦，咁可以咧入到嚟係覺得舒適嘅，有空間感嘅，咁同埋係可以一望無際，咁咧令到心靈咧其實人入嚟嘅時候咧已經有一個放鬆嘅時刻。咁我哋 Yoga Dreams 長遠嘅方向咧，其實都係想將瑜伽嘅好處啦，帶俾你哋身邊每一個學員啦，亦都將學員可能覺得好嘅時候，會帶俾佢屋企人啦，帶俾佢其他嘅朋友啦。咁我哋亦都好感恩啦。其實我哋都受到唔同社區嘅邀請啦，例如我哋有中學啦、小學啦，一啲係輔導嘅社區啦，我哋都可以有導師啦落去教到唔同嘅階層嘅學生嘅，咁就令到咧瑜伽咧係可以得以咧長遠發展落去啦。咁呢個都係我哋嘅理念同埋初心啦，想希望每一個階層都可以感受到瑜伽嘅好處。我哋咧都希望咧瑜伽咧可以為到個學員不止限於身體，
係啦，而係將瑜伽帶喺佢生活嘅裏面，係啦，亦都係一個恆常嘅習慣，可以長遠咧去為身體帶來一個健康。